你好，这是财富吸引力冥想练习，我是 Lisa。 你可以跟着我默念，透过这些肯定语句吸引财富，改变你的人生。我有意识地重新设定我内在对金钱的信念。我释放过去对金钱和财富的匮乏信念。我的内在想法创造了现在自己的财富状况和整个世界。我知道我看到的世界都是自己内在的投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能量频率的震动所显化出来的。我可以显化我想要的财富和丰盛的人生。宇宙的资源是无限的，我也是无限的。宇宙对我有求必应，我是幸运的，我对自己充满信心。我可以轻松毫不费力地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并且享受整个创造的过程。